这儿就是爸爸出生和生长的地方，漂亮吧？爸爸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，然后去的北京，然后才有了你。不是，先有妈妈才有我。嗯，小的说的倒是挺对，没错，先有妈妈，后有你。爸爸那些小房子真漂亮。啊，那当然了，那爸爸村里的房子。哎，对了，等等，记不记得爸爸临走前嘱咐你说的话？记得，我们现在身份是荣归故里，不是走投无路。精神人士，包九，谁叫你的？不，忘掉他，不许说，永远都不许说啊！记住了吗？包九哥，是包九哥吗？大栓子，哎，真是包九哥！包九哥，真是你啊！哎呀，包九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哎，咱俩十多年没见面了吧？有了，不过你没怎么变样，就是头发有点白。哎呀，农村人吧。哎。 这是大侄子吧？对，大妈叫高叔。高叔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嫂子没回来啊？他忙，没时间。哦，对，你现在是大企业家了，听说你都趁好几个亿了。哎呀，都别人瞎吹的，你忙什么呢？哎呀，接我爸的班儿，当个村长。你都干村长了，你厉害啊！你有什么呀？我这村长当的。包九哥啊，这次回来。 能多待几天吧？能住一段时间。改天啊，咱好好唠唠。行行行，今天我就不耽误你了，我给你带路，咱回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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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开车去。好嘞，好嘞。孙大爷，下棋了。哎，大山又去哪儿请的残人爷？哎，那是老爷家的老二吧？就是啊，看着像是他呢。是，没准儿。 大山，二兄弟回来了。哎，叫老二去了。哎呀，叫大爷了吗？你们一家人啊，好好团聚团聚。我呀，不掺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着什么急？一起什么呀，中？不了，回头啊，我跟包九哥单独喝。哎呀，现在越来越热了。咱爸呢？上坡去了。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久不见爸了，我正好把他接回来。等等，走，我带你去见找爷爷去。好了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看爷爷了吗？爷爷，爷爷。哎，爸，歇会儿吧。刚到啊。张当正好放暑假，我公司也不忙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我去年让他们带的药您吃了吗？吃了，好多了。你看，开始好多了。你呀，也别光忙工作。 也得注意身体，啊，走吧，大热天回家。哎，慢点啊，别踩了苗啊。嗯，甜不甜呢？嗯，好说。真好吃啊。嗯，我说好吃吗？你们城里吃不着这个杏儿。杨杨，那商人一号人谁啊？他是个疯子。是永顺吧？还没好呢。 从那年没考上大学，疯了以后，一直磨叨到现在啊，天天就站在那儿看着公路，等着人给他送信儿。送什么信儿啊？考上大学的信儿呗。你说他疯吧，他也不疯。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舞的，他去给吹吹打打的，还真有个玩意儿。走吧，回家吧。 快来上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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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了，哎，好，都坐好了啊。这个，今天啊，咱们村长大山啊，今晚有事儿来不了，那我们就不等他了啊。我先说两句啊，今天呢，一个是给我们老二接风，再一个是请大伙来啊，也是借这个机会跟老少爷们们聚到一块儿，乐呵乐呵。我呀，也不多说什么了。 这个老二，你给大家说两句啊。好，在说话之前呢，我先给在座的各位叔叔婶婶、大叔大爷鞠个躬吧。一个躬，按说啊，都不够表达我的心情。我这个一走也二十多年了，虽然我揪心呢，就是我们家老爷子，家里有什么事儿也帮不上忙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远亲不如近邻了。这些年。 家里无论有什么事儿，多亏了在座的各位叔叔婶婶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常回家看看。
也多在我们家老爷子面前尽尽孝道。好了，我敬在座的一杯，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，媳妇儿，抓到你了！哎呀，可别了，大妈，哎呀，咱们当当一大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你们也不是有点怕了吗？赶紧去看看去。哎，大姐，你杀对步，管不管不？对，你杀对步，看看那个，别让狗咬了。大哥，我去河边看看啊。快，好了。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陆永顺叔叔啊？我听我爷爷说你是一个疯子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不怕你。我听你吹小号吹得很好，你能教我吗？大山，大山，哎呦，你快给我广播广播。怎么了？当当丢了。嫂子别急，来。大号，但是我没有把它带来。哎，各位村民注意啊！下面呢，我播送一个寻人启事。这个哪位村民啊，如果发现一个城里来的小孩，请务必送到这个严厉酒家啊，或者是村委会。这个小孩啊，不是别人，他是咱们从北京回来的严宝九同志的大公子。8岁左右。身高啊1.3米啊，1.3米左右，这个皮肤挺白的，总之啊，一看呢就不是咱们村的小孩。你们啊把你们每家的狗啊都锁住了啊，别咬着小孩。这个关于这个养狗的事儿呢，这个狗这儿啊你们还是得办，是吧？这个啊，我让你找孩子，你提狗这儿干啥呀？啊，你先说，我去再找。好。那个各位村民抓紧时间啊，把你们的狗啊都锁好了。永顺叔叔，我爸爸叫我回去了。另外呢，这个没事的人啊，也都赶快找找。永顺叔叔，你还去我家坐会儿啊？永顺叔叔再见。等等，哎，等等。你跑慢点儿，永顺。哎呀，我以为当当找谁玩去了呢，合着找你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严宝九啊，咱俩同学，你忘了？还记得我吗？永顺。